样子啊？也是要按一下那个点动，对，点动之后呢，把那这一个螺母凸轮调到那个最大位置处，就这里凸出来的这里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刀头，就把那个刀头旋到离那个压头是 1.5mm 的那个位置，那就合适了。然后把大螺母旋紧，再看一下那个刀头。看它是否跟那个压头保持一个平衡的那个位置。好，现在已经调好之后，我们就把那个大螺母再旋紧。好，现在旋好了，那就完成了第二个刀头的那个调试。现在我们来调试一下按那两个刀头的那个风口的那个状态，现在用点动的方式来检测一下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刀头的那个调试，现在剩下来了，我们就把那个调那个高度，这个底盘是调那个高度的，换向你需要风口的那一个口径的底盘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拿好了我们需要的那个铝盖，盖在我们的 PET 盖子上面。这个是 PET 的那个瓶子，还有一个铝盖。对，就把那个盖子直接放在那个 PET 瓶身上面。对，就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一个底座。然后我们就点动开关来调试一下，先试盖一下这个盖子的那个效果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风口的那一个状态。好，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风口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个风口的一个情况，这个已经是封完口之后的那个罐子，对，看一下那个边是否完整，如果完整的话呢，就证明你刚才调试的那个雕头已经调好那个位置了，这样就完成了一个盖子。剩下来你再需要大批量的来封口的话，你只需要把这个开关调到一个自动的一个状态，它就可以进行一个自动的那一个封口，直接把那个罐子放上去，它就可以是这样封，封完之后就把它拿下来。